啥季节的船。到时候不查了。嗯嗯，你船东西拿东西，你看水深好不？水深能船不？他说好热的慌。嗯，这拍咱们死的，我给接着吧。你这球给来个新新背心儿。要弄一个水水，带着弄套。带着弄，看看能穿不？能穿就拿到，拿到上几天穿就行。那上几天得穿干净嘞。我们多少套的？嗯，啊，套房的，套房等一下得，这个两分。四两五。嗯。这个站起来。站起来。站起来能试试看。站起来的呀。你站起来看看试试什么？还新的往那穿，真好，好看不？你看。那这媳妇给你买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嗯，好看。嗯，等天你再，嗯，扎到就行，穿到这个上经营去，俺姐也住几天去，他就他一个人，就带他去住几天去。哎呦，皮皮，好吃东西了又。吃饱了哈。哎呦，你看谁的根呢？认了，这回不要了。嗯。皮皮认认他了，不要了。皮皮认认他。你我收的。我收的给，哟，我收的。你跟他说，你说我收，他就会。我收，皮皮，哪个收？哪个收？他不认身。哟，他两个手都握在你看。他听话，比谁都乖。对你上京去买。啊，说的去，他慌的上车去。嗯，下次再带你去。你真好啊。真好。大爷，走，咱上京呢。啊，带你上京呢，哥。上车。上车了，走。嗯。往前面，啊，你走前面，嗯，走前面去，帽子摘着就行，大爷，关，放下，好，你别往这边去，皮皮你别去了，皮皮你别去了，在家都下次再去，别行了，皮皮啊，晚一天你别去。行，回济宁了，新姨。回济宁了，你还不行了。常年早上就我这两个手这么干哈？他这不叫郭大神。郭大神，聪慧。那不这荷叶上的树啊，你长了不能的呢。大爷在这往那还没修桥的不？这桥肯定没修啊，这才修了今年。二十年前那个谁？谁啊？徐文英。嗯。都在那里卖东西，蛮新的，这蛮新的不少。新有的酸，有的甜。幸福的多事儿。啊。